候选人张丽仙、青年军正式成立，由立法委员张家军担任总军长。来自全国各乡镇的青年军成员，专程前来张丽仙竞选总部，用青春有活力的方式来庆祝青年军成立，并且肯定张丽仙所提出的各项政见，是真真正正会当帮助分林关乡亲的生活。我们希望丽仙。立善县长他当选之后呢，可以带给我们云林县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还有，因为我自己本身从事的是教育行业，那我希望说全云林县的国小能够有更好的营养午餐，然后让所有国小一些贫寒的家庭跟小孩，他能够有更优渥的学习环境。那我们希望呢，所有的人可以站出来，我们一起把立善县长送进云林县政府。就是希望在四年内呢，可以在公共场所那个 WiFi 可以提高50%。我就觉得我们公共场所现在上网的资源太少了，希望他这个政见能够在四年内可以实行。还是非常的热心，然后就是也很关照那个这边的妇女以及小孩的一些像营养午餐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他的就是亲民的态度很让人就是受到敬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亲民的态度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就是直接对动我们，然后可以听到我们人民心声。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把这一份肯定，把这一份认同化为行动，把我们青年的力量发挥出来。过去呢，我想在我们农业社会比较传统，都是要听师长，都是要听爸爸妈妈。但是这一次呢，我想呢，我们除了尊重师长、尊重父母之外，我们也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让我们青年人的声音能被听见，让我们把这个相信立善、支持立善的声音发出来。我相信我们在这一次的选举，年轻人有决定性的关键，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一起把我们青年的力量发挥出来，大家说好吗？张丽仙自参选以来，已经提出真侪具体可行的政见，三好一公道，国小学生吃午餐免钱，12岁女学生免费注子宫颈癌疫苗，中央这敬老金加倍发放，65岁以上老农免纳农保，拢真受乡亲的肯定。不过对手到即摆也是不断做负面文宣，一直用抹黑、扭曲的手段来攻击张丽仙，嘛，让青年学生感觉真无认同。选举应该要拿出点格调来，就是不要一直抹黑别人，就是要拿出一点政见，让我们年轻人就是看到以后我们回来云林会有什么的帮忙，还是什么希望。你如果用谩骂的方法来讲对手，那其实说人家7分，你自己其实也有3分，不是多好啦。那所以在我的看法里面，用抹黑谩骂，那倒不如提出具体的政策出来，对我们还比较有帮助。这样。分林关过去这几年一直无引进重大建设，少年人无工作机会，造成人口外流真严重。张丽仙希望未来推动活水农业，并且全力来招商引资，增加农民收入以及工作机会，让少年人会当留伫家乡工作，陪伴厝内面的四大人。因为云林县这几年来没有重大建设，也没有工作机会，所以我们人口流失相当的严重，这几年已经流失3万多人。所以呢，未来的目标，我们不止农业要成为一股活水农业，能够帮助农民呢，我们的收入能够像一股活水一样。所以未来土地活化，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提升，人才培育，让我们青年朋友呢能够回到家乡，能够延续传承呐，我们这些资深农民呐他的技术，让云林县的农业能够永续的经营，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县未来的目标。那再来呢，我们希望能够招商引资，让我们青年朋友能够在地创业、在地投资、在地就学，甚至我们能够招商引资让我们每一个青年呢都有工作机会。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张丽仙不但注重教育，
也希望照顾少年人，让少年人可以有机会留在故乡发展，成为婚姻观未来发展的新动力。